王力宏形象大崩塌，周杰伦深夜上线取关王力宏 ins。 前期李静蕾发长文爆起劲爆丑闻，信息量太大了，且条条都有理有据，实锤了王力宏的滥情与放荡。牵涉的明星有 BYTWO、 徐若瑄、范玮琪、黑人。原来曾经《康熙来了》的话，卓伟的爆料竟全部是真的。贵圈颠覆三观的事儿啊，怪恶心的。扯下优质偶像的面具，竟如此丑陋不堪。12月17号深夜，李静蕾发长文爆料王力宏私生活丑闻，三大重点指控逻辑严谨、有理有据，让全网再次对贵圈男明星寒了心。第一，婚内不忠，私生活混乱。与 BYTWO 的丑闻是真的，与有夫之妇关系违背道德，与男性舞蹈老师暧昧。李静蕾提到果照暧昧不清的信息 ，ins 发红红的女明星是 BYTWO 中的妹妹 Yumi， 这一点呢与 Yumi 的 ins 推文对上了，所以啊与 BYTWO 中妹妹的不正当关系是真的。与有夫之妇有小孩的女明星关系亲密到不堪入目，还与其一起欺骗她老公，明知违反规定也要飞去她家找她聚会。这位女明星被扒出来是徐若瑄。前段时间，王力宏因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被罚款，便是去徐若瑄家，与她和范玮琪、陈建州聚会。二人的关系再往前扒，也有蛛丝马迹。曾在《康熙来了》被问周杰伦与王力宏会选择和谁发生亲密关系，徐若瑄直言王力宏。不过，对于这条信息啊，徐若瑄方否认了。此外，王力宏与陈建州关系呢也被扒过于亲密，依然是在《康熙来了》，小 S 直接说陈建州爱力宏，连妻子范玮琪也公开吐槽，好到让人怀疑他是同性恋。王力宏、李静蕾离婚事件愈演愈烈，王力宏的爸爸王大中晒手写信为儿子喊冤，却进一步坐实了妈宝男体质。45岁的人离婚怪妈妈，回应找爸爸，没想到是这样的人。卓伟、巫启贤、张泽天、关颖公开支持李静蕾，周杰伦、林俊杰取关王力宏。李静蕾昔日的哥大校友澄清她的学历，证实学历不假。之前接触过李静蕾的漂亮国纸片人也发文赞叹李静蕾处事冷静有条理，具体条款细节寸土必争。李静蕾的哥哥也出面回怼王力宏，可谓逻辑清晰，句句都在点上，不愧是兄妹。另一面，王力宏的前女友徐若瑄炮友孙宇回应被反锤，田朴珺出来疑似支持王力宏，还说什么艺术家都是花心的，混淆视听，一片混战。还有一个热搜啊，是陈建州点赞孙宇的长文，我们具体说一说陈建州与王力宏的关系。王力宏翻车后，记者采访他的好友陈建州关于王力宏的事儿，忙着去参加球赛的他连连摆手说一切以球赛为主。我们很好奇，前一阵子大 S 汪小菲离婚有陈建州的影子，不仅是大 S 的前男友，还被张兰爆料曾经打汪小菲。如今王力宏离婚事件又有他，陈建州早年是职业篮球选手，入选过台北代表队，代表中华台北队参加过亚洲杯篮球球赛，还受聘新加坡职篮。1999年因韧带割裂被迫放弃球员生涯，被综艺教父王伟忠签约转型做艺人。这些年演电影、电视剧、主持人多线发展，去年年底新成立了台湾职业篮球联赛，成为执行长。陈建州和大小 S 关系很好，和很多台湾女星、男星也都经常聚会。王力宏和陈建州两人是多年的好友，陈建州范玮琪结婚时王力宏还是伴郎，两人的合影啊也不少，但是翻看两人的合影就觉得怪怪的。2016年，王力宏晒了一张和陈建州夫妇的合影，写的是友谊万岁。范玮琪、李静蕾坐在中间，李静蕾依偎在王力宏怀里，陈建州、王力宏坐在两边，背后两人啊却偷偷的牵着手。虽然灯光有点暗，还是被眼睛雪亮的网友发现了，纷纷留言：你们两个的手背着老婆是想干嘛？甚至有人说，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是三对好基友。两人到底是不是基友，我们继续看其他的合照还有相关的采访。毕竟民间流传王力宏的好基友可是云迪亚，是不是欲盖弥彰呢？
同样，王力宏夫妇之前和刘强东、张泽天合影，画风就完全不同了。各自端端正正地坐着，抱着自己的手臂，微笑看着镜头，非常客气有疏离，没有搭肩，没有牵手，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两张合影一对比啊，区别就出来了。可能王力宏和陈建州夫妇就是关系更要好。2013年，陈建州、范玮琪结婚时，邀请了王力宏、彭于晏当伴郎。陈建州发文，我们交往13年，深刻地体会到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但配图啊，看着就是不太对劲儿。图片呢是陈建州亲吻范玮琪，但是啊 ,C 位却是王力宏。作为新娘的范玮琪居然在照片的角落，还有彭于晏八卦的小眼神，令人回味。正常拍新婚合影啊，不应该是新郎新娘占主要版面，嘉宾点缀吗？到陈建州这里啊，却是相反的。回想起王力宏上节目，小 S 爆料，陈建州最爱缠着王力宏，陈建州爱王力宏。小 S 还爆料，金曲奖王力宏自弹自唱，陈建州那天啊，从头坐到尾，看起来很闲。王力宏一表演完，陈建州立马就站起来鼓掌，连连竖大拇指，情绪激动，眼眶含泪。王力宏补充说，看到陈建州打球的时候也会很骄傲很激动。有一次范玮琪还爆料说，和陈建州结婚后，王力宏经常来他们家，一坐很久都不走，还调侃的喊话让他别来当小三。结合小 S 的爆料啊，还有两人多年来的亲密合照，传言就不是那么空穴来风了。陈建州生日时，王力宏会零点发祝福，合影中手指陈建州，看起来非常亲密。前妻李静蕾当年生日时操办活动啊，也会叫上陈建州帮忙筹办。合影时现场那么多人，陈建州站在王力宏的身边，陈建州当爹，王力宏啊也会第一时间去探望，合影时还是站在陈建州的身边，肢体离陈建州更近，而不是自己的前妻。范玮琪当年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王力宏来捧场，两人要拉个手，深情对视，摸脸，范玮琪呢就在旁边看着，仿佛他才是第三者。范玮琪在场时，陈建州搂的那个人啊还是王力宏。机场合照时，陈建州隔着一个男人，手也要放在王力宏的肩上，只有范玮琪还在呵呵的笑。范玮琪不在场，两人的亲密啊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两人一起参加唐志忠的婚礼，两人又搂在一起，还要玩亲亲，时不时要穿个同款。搂肩啊都是基本操作，直接摸胸。拉领带，王力宏一脸娇羞，打打闹闹要抱在一起。两人当着妻子的面都要背后牵手，关系令人遐想。不知道王力宏、李静蕾离婚跟陈建州有没有关系呢？王力宏人设崩塌，卓伟支持李静蕾，徐若瑄辟谣，更多人被牵连。王力宏发文回应，内涵女方是日本人，李静蕾反击爆性成瘾。